这件连衣裙呢，看似简简单单的，非常简约，但是它是很多的小细节。领口的方面呢，它是做了一个像小飞袖的一个领子，但它旁边呢是穿插了这个小小的蓬蓬袖。这件连衣裙呢，它是没有做拉链的，它是一整件是套下去穿的。那它在胸下围的部分呢，这里是有做这个松紧带，方便你们穿。两边的侧边呢是有做一个口袋，非常贴心的设计。这件裙子的包容性是蛮大的，虽然是说它有做两个尺码，但其实呢，你们可以依据这个手臂的部分，就是袖子那一边来做出尺码的选择。裙子的 S size 呢，适合就是手臂没有这么多肉肉的比较纤细的女生，你拿它的 S size 就可以了。那如果是大 M 的朋友或者是 L size 的朋友呢，也是可以穿的。就是呢，你手臂会比较多肉肉的话，你拿它的 M size 也是 OK， 因为它其实里面就是有做这个松紧带，那在胸下围的部分呢，也是有做松紧带。臀围的部分呢，你就不需要担心了，因为它底下呢还是做这个大圆裙的。这件裙子呢，它是采用金梳棉来做的。金梳棉呢，除了就是上身比较亲肤舒服以外，你可以看哦，它的这个密度呢是比一般的那个棉料来的更密，它是完完全全不透的。而且这个金梳棉呢，你可以看哦，它是没有这么粗糙的，所以它上身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呢，它也不容易皱。裙子的背面呢是有做这个深 V 的设计，然后也是有做这个系带，可以依据不同的这个肩宽呢做出调节。那它就是主要就是不要让你们穿上去过后就是很容易滑肩的这个作用。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